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呢一只嘅八边关嘅白金啊！我发现咗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地方啊，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见到在友好商店买了很多东西，得到了元气碎片升级卡，买了很多东西，买了很多东西，买了很多东西，啊，基本上每日都买了很多东西，系啦。基本上大约系喺第一个道馆打后啊，定第一个道馆嗰阵已经系疯狂买药噶啦。好啦，比较这个其实都系几有趣嘅一个设定，一个系统啦，因为佢会记录咗你嗰日做过啲咩嘅，系啦。咁佢就记录咗我就买咗好多东西嘅一个类似一啲记录啦。啊，OK， 我哋嚟啦。上次讲到系打呢个鬼系啊，非常之难打，又中咗鬼耳光，哇！诅咒走，哇！诅咒走，黄不易单穿咗佢 ，OK， 哇！不易打，中啦，哇！扣咁少食招，哇！仲输埋添。其实都几难打喎，呢一度啲管嗰啲训练家难打在咧，难打在于系啲咩咧？佢啲技能又唔系话好劲啊。OK， 咁如果佢啲技能劲嘅话，其实我好大机会可以赢啦。即系如果打管主，其实可能啦吓、啊。哇，顶又嚟啦！诅咒有得去诅咒啦，下一阵食药算啦。我顶，有冇搞错咁都死？唉，因为我哋唔打啦，嗰个好难打嗰个，因为佢每次都咁样诅咒咧，好难搞。好，我哋直接入去。咦，即刻到啦，管住，睇下几快速，即刻死活先，冇谂咁多啦。我等咗你好耐啦，喺呢个国家学习咗好多嘢。呢、這个城镇咧，每日都喺度举办选美，所以我一直都系呢个打扮。精灵上都学咗好多，而又做咗管主，所以你系为我挑战啊。OK。梅丽莎，喂，竟然系咁样，乜嘢魔型啊？哇，好痛啊！佢一招不二打，打咗30几血，好波。乜嘢魔型，识破正准财，哇，暗影击，照用啊，先用招。其实应该唔死，用不二打打佢应该就系魔影咯。惊吓死咗，好啦，我哋结束呢个回合啦，开个新啦。OK， 好，佢一定会咁样做噶。怪异光，哇唔好啊，哇唔好啊，黐筋得翻14血，即系。哦，怨恨精神波动，哇，好在啫，等下先，哇，呢啲废技啊，哇，会唔会太废啊？哇，顶食晒我啲技，咦，呢招咁鬼痛嘅，呢招精神波动好痛下，睇下因为特工嘅问题啦，咁即系话我一定要攞住只鬼丝通唔甩啦，系嘛？怪异光不二打，中啦，正准确，呢度要留住佢。黑夜魔影，中，不二打，喂，哎呀，冇咁啊！佢用嗰啲咩啊？咩波动系嘛？怪异光先啦咁，哎呀，唔够佢快。哇，好鬼狗用不二打。佢用不二打打到我残废咁滞，好 OK， 呢只应该直接用黑夜魔影都 OK 嘅一开头，跟住就用不二打咯，哎，顶，系有机会嘅，呢度用黑夜魔影先啦。哇！诅咒啊，你又有冇搞错啊？咁即系逼我走啫，其实
佢摆喺度，咪逼我走嘅啫。哇，咁我食如果咪先呢度我变咗梦妖，喂唔得啊！因为呢度变梦妖咧，我唔够力打佢啊，唔够力打赢佢，所以一定要留住只鬼师通。咁变相佢用诅咒，我就要快啲灭晒佢啦。如果唔系我就玩完，唉死埋。哇，中咗诅咒唔使玩咯，基本上。一系我 copy 只夜骷髅咯。诶，佢今次唔走嘅？暗影击同惊吓，冇打自己啊！系咁打自己想点啊？嚟嘅精神波动，好痛啊！精神波动，有啲咩精神波动嚟啊，大佬？哇，食晒我啲技啊佢，知知啦咁就，缓冲，黐筋嘅，好啦，诶、欸，有冇机会惊吓佢先？精神波动，喂，好波，最后精神波动杀咗佢，没有命中，嚟啦，哇，咩事啊？唔中，佢咩技啊？我唔知道，我未见过呢招技噶，真系黐线，有乜可能？把耳光都好啲 ，what？ 唉。点解可以咁难打呢度？啲夜骷髅喎，我呢度，但系佢呢度会换重咁麻烦嘅。要点样先赢到啊？呢一度系，我望一望先。我有啲咩战斗用具啊？速度增，诶，速度增强有用喎、啊，一阵间用先。顶又放诅咒，我都诅咒佢啦咁，我诅咒佢算啦，黐孖筋，死啦你系，哇食药，好贱喎、啊、你，拜拜。拜拜！哇，佢精神波动中咗我就输，我呢度同佢搏命啫，赌运啊！边个好运就边个赢呢度，最后系我赢咗啊，非常之好。喂，你唔好进化。虽然我就用过呢个大牙你嘅生命去赢啦，但系冇办法赢。如果唔用诅咒，未必赢到。系啦，你同你嘅精灵咧都非常之强，嗰份作为咧强敌嘅证明，俾你一个徽章，遗迹徽章。65系暗影爪，好容易发动会心一击嘅。你都冇一隻有呢一个嘅暗影爪，欸、出世啦！啊，小刺蛋啊，每次都系呢啲细粒仔，嗰啲小刺蛋嘅咩？挤翻埋呢度咩地方嚟啊？散步公园，一睇知唔系我嚟啦。我呢啲热血型玩家，一定要揾啲训练家打。热血型玩家而家要去边度？咁呢度咧，哎，等咗好耐啦，嚟互相检查一下咧，有冇变强咧？精灵训练员咧，应该有随时挑战、接受挑战嘅准备。我未，我仲未买嘢食，未买药水啊，买了很多东西。哇，顶啊！一嚟就呢只影分身网状，哇，呢招正喎，网状打中啊！食蕉啊！哇呀！顶呢个时候网状有冇搞错啊？网状啊！哇，靓波，大镬啦，得翻三滴血，你仲要冇电光石火，系咪废噶？你点样配噶啲技？唉，招垃圾吹飞，不如掉咗佢算啦。唉，成千蚊冇咗，冇咗两支药水，差唔多。唉，好唔开心。被人打劫了又趁火打劫 ，OK， 好渣条友，唔学电光石火有冇搞错啊？网状配电光石火系常识啦，系嘛？喺屈影分身吹飞佢都好，其实我做咩要同佢打？哇！我唔呢只唔够佢快，唉，
我一嚟吹飞佢咯，又唉，既然系咁，吹飞。哦，呢只正，诅咒一嘢拍死佢，靓波啊！小科马，其实我呢度应该要转做小科马，系我都要转小科马先。呢度是但啦，撞佢，摇尾巴，一嘢浅踏踩死你啦。OK， 我只差尾浮游。咩水技啊佢？啊好嘢！我顶水流喷射应该冇事嘅。哇！黐线争啲死啊打到，哎佢仲大镬啦金铺，减咗攻击，火焰车试下先啦。喂 ，OK， 喂，顶啊！火水飞行，火水飞行草系。火水飞人草可以齐晒，雨三加个属性，佢一嚟咁样摆嘢，咁嘅嘢摆喺头，咦？其实我都玩影分身咪得咯，有一谂，我试下先，屈影分身先试下，你屈影分身试，我啊屈影分身，卡嘅分身，好。跟住就吹飞佢啦，真系哇！吹飞佢啦，真系吹飞佢啦，真系啊！黐孖筋啊！佢有乜可能会知道我想做啲乜？佢话佢即刻吹飞我，几狗啊！贱到咧呢、這个电脑，我开四下乜？哇！佢而家。咁醒目嘅佢而家学习咗喎，佢而家学习咗我嗰啲技巧喎。一系我唔好，哎呀喂，一系影翻身两下算啦，唉，费事出事。第 B 走，哇，顶唔中啊？点解我唔中佢又中啊？有冇搞错啊？佢三下都中啊，我一下已经唔中啊，公平咩？佢转咗阵喎，一嚟即刻打喎，食个药先，食完药再吹飞，拜，靓波啊，丢你啦飞云，黐线个影分身，个影分身废到咧，没有命中啦，拜拜，叉尾浮游，望咗一下先，没中，哇，好在佢冇中到。网状冇中啊！诅咒飞快佬未死，唉死咗啦咁就，要靠运气喎。吹，影分身，哇喺硬净度嗰条友，哇！黐筋已经咬咗，得翻四滴血，好嘢！哇，两次佢都唔中，靓波啊，咁铺有机会啊，冇命中，靓波，哎顶，哎呀，输咗咧，好废啊！你配啲咩技啊？究竟？唉，究竟我变边只先好啊？吹，靓波，吹飞，走啊，靓仔，走啊，走啊，顶我走！哇，黐筋，一嘢回心打到我咁样，莽撞。喂，一个训练家打一集，一个劲敌或者一个管主打一集。哎，食药啦，喺手，飞云要食药。哇顶，点解会烧伤噶 ？OK， 好顺利咁亮，哎，靓波呢下。哇，莽撞先。石招咯，武技咯 ，PP，
shit！ 唉，算啦，我哋去 shopping 下先啦。好难打啊呢度，黐孖筋，三属性，再加埋配废技，嗰只螳螂大明嘅武黑鹰俾你玩到废到咧。好，佢冇嗰啲增强道具买呢度，系咪有啲大嘅商场先有啊？料理时间，吃了美吃了食物会变得咩啊？变得开心，松饼整，但系树果就可以整松饼。呢啲系嗰啲咩啊？华丽比赛、华丽大赛嘅一啲整树果啦，用嚟增加呢个美丽度啊、帅气度之类啦吓，佢都有讲啦。松饼盒，你嘅八变怪好亲密咧，感觉到好亲切嘅人，梗系啦。好，用咗成廿个钟嚟培养佢啊。是不是20个钟了？ 18个钟46分。OK。至少都差不多玩了。我想如果计现实的时间真实时间应该都大约玩了6、7个钟了。6、7个钟就是第二个道馆。真是犀利。好啦，这些没什么特别，我不特别讲咯。OK。他这个没什么特别的。OK。那我们回去了。嗯，你是精灵训练员啊？咁你有用精灵箱啊？咩样啊？我一直自然自爱水树啊，就是我开发。你需要呢只叫伊贝的精灵吗？要啊。好，拜托你照顾啊！有一攞伊贝喺度，望下先。坦率，哇，系咩？佢呢一个，咦？哦，佢白金仲未有咩喎？佢白金仲未有性格嗰个表啊，即系佢性格咧有一睇红色定蓝色噶嘛？咁呢个好似冇，貌似冇，因为冇理由四只都咁啱冇性格啊嘛。虽然我唔知系咪啊，唔会咁啱啊嘛？呢个胶汤嚟喎，冇声喎呢度。物质与精神有啊，先有阿爸，有咗生存意义。嗯，都冇声呢度，无法看透人嘅内心。精灵同人嘅手牵埋一齐，大家都系好朋友，好幸福。呢度其实会唔会有啲古怪嘢？佢想带出一啲信息俾大家，所以就整到嗰个背景咧冇声，啲彩蛋嚟。呢度有啲咩行啊？散步公园。除咗呢度大楼，哇！你歧视我啊，大佬！我系御三家第一只就系百变怪，你唔俾我带百变怪，有冇搞错啊？投诉你啊！嗯，选美大赛，咁呢个一定系行唔到啦，所以一定系打劲敌噶啦呢度，基本上呢个好似未打喎，咁一系打埋呢啲先咯，应该唔好啦。哇，魔尼尼喎，哇呢废技废到啊！冚啊！冚啊！好噃，哇！胡雪树嘅未进化，垂死挣扎，落石无缝，过肩摔啊！真系。OK， 呢度仲有格斗佬喎，师傅啫。啊，我哋凡事咧都要求个安稳啊，凡事求安稳嘅。靓仔，要石喎，佢唔系同我打，呢个好似系草系，我唔想同佢打。不过都可以试下嘅，试下。OK， 之前就系打呢一个咧死咗，搞到死咗翻去，哇好痛啊！吸翻少少，哇咁恶俾佢换重，食药先我换重啊啦！哇好鬼痛啊佢，嗰啲重命啊嘛，重蛀系啊，重蛀唔系重命。诶、欸，哇，好在我转得切啫，如果唔系我死紧呢度，搞掂。OK， 我哋又得到一个资金可以继续去购买我哋嘅好伤药，然后继续我哋嘅旅程。啊，好，我哋嘅地獄之旅，好，
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，但系我都想打埋，打多一次睇赢唔赢到嘅。好，再感受一下个感觉，睇下 O 唔 OK 啊？哇！我未回血啫，系嘛？未回血啫，唔使担心。不过回咗血，佢应该都系打死我头先，因为佢回心啊。好嘅，未准备好啫，头先，今次准备好你死紧啊！同你讲，呢啲咪劲敌，一掌打死你嘅。好啦，呢度就直接影分身一下先，系啦。不过好彩咧，喺度影分身一下，然之后再用吹飞啦，吹飞啊，吹飞。第三下先中，真系黐线！哇，顶又烧伤啦，试多最后一次，唔得就算啦。黑豆好紧要，唔系讲笑。诶、欸，你出嚟啦，拍死你！好噃，小火马，其实我哋转小火马得唔得咧？都未必得。靓波啊！哎，好波，转走边？哇哇！水流喷石好伤人，哇，好痛啊！佢个水流喷石刺筋，哇！嗱嗱，你赢定我赢啦喺度？啊，搞掂！哇，又输咗啊！果然呢个作战行不通啊！你记唔记得啊？我方技能咧百分百击中，对手技能完全闪开，一直觉得系好主意，但系做起嚟好难。果然都系稳定呢个嘅稳扎咁打。下个目的地系咪呢个花蕊就？下次见面一定要见识下成长。哇，好辛苦，但终于打赢啦！系我相信每一次嘅战斗都需要食药先过到嘅，冇错啦。好。咁啊，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见。咁啊，未订阅我嘅朋友记得订阅啦，同埋俾个 like 啦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